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牛带球，我是亮哥。本期为大家带来2020年英格兰公开赛奥沙利文对阵奥乔斯基的比赛。这一局是奥沙利文在整场比赛中唯一一个单杆过白。或许很多观众发现了奥沙利文的双手指甲涂成了粉红色，据说这是奥沙利文在参加一个慈善机构防止乳腺癌的募捐活动。那我们呢，就应该为活老师这样大爱的胸怀点赞。这也是在斯诺克的历史上第一次男性涂着红指甲参加比赛。接下来言归正传，我们来看看奥沙利文精彩的表现。16, 17. Thirty-one. Thirty-six. Thirty-seven.篮球推下以后叫到了右下方的红球，这个母球的位置不是很好，因为打红球之后呢不容易出来。48. 49. 54. 55.母球占了一点点位，因此呢，粉球要放在点位最近的下方，这个时候呢会对红球产生一些影响。裁判摆完球之后呢，奥沙利文好像有一些异议，然后再进行重新的精确的摆放。此外呢，如果你有关于台球方面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会抽时间一一的解答。另外呢，如果自己有想看的经典视频、经典比赛之类的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70. 75. 76. 81. 82. 85. 86. 93. 94. 99. 101. 104. 108. 113. 奥沙利文的这一杆想两库直接勾进粉球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